嘿，明天放假要不要出来打个篮球？当然，打篮球听起来很棒，我们可以找个场地去玩。你想在什么时间开始？要不要早上7点的时候比较凉快？那打个大概2-3个小时，你觉得呢？早上7点打篮球是个不错的主意，凉爽舒适也不会太热。我们确定好地点后，明天见吧。好，那到时候见哦，我会到你家去接你。拜拜。好的，明天见，期待一起打篮球。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CWC Channel。开场的对话并不是我在讲电话，而是我在跟 AI 人工智慧直接的对谈聊天。这个功能非常的强大，可以设定成任何的角色，像是朋友、你的老师、家人、老板、陌生人、总统、面试官，甚至还可以把它变成是你的女朋友或男朋友。我们可以去台北101附近逛逛、走一走，你觉得呢？好主意。那我们可以顺便找找有哪些新电影，看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呢？这个功能是 ChatGPT 的新功能，叫做语音对话。这个影片我要来介绍如何更新来得到这个 ChatGPT 的语音对话新功能。这个影片的最后还会分享许多有趣的小秘技，同时也会分享一个捷径，叫做语音聊天。点选下去，你就直接可以跟 AI 聊天。嗨，你好，我准备要来录制这个影片哦。当然。我随时准备好帮忙你。影片准备好了吗 ？Let's go。首先一开始，你必须要更新你的 ChatGPT， 所以请你到 App Store 搜寻 ChatGPT 来确定你已经更新成最新的版本。如果你的手机是 Android 手机，也有支援这一次的新功能语音对话。点选 ChatGPT 来确定功能是否是最新。更新完之后，开启你的 ChatGPT， 右下方这边就会多出了一个耳机的按钮。这个就是语音对话新功能。如果你更新完还是没有语音对话这个按钮的话，建议请你先把 ChatGPT 给删除掉。删除之后，回到 App Store 重新下载、登录，这样子这个功能就会出现。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新功能的话，当你点选下去之后，它会跳出这个画面，让你选择人工智慧的声音。这里我来播放所有的语音的声音。第一个是 Jennifer。Hey there, I've got a really great feeling about us teaming up. 第二个 Cove. Hi there. I just want to share how thrilled I am to work with you. Ember. Hey, I'm ready to hit the ground running. So if there's anything you'd like me to focus on. Sky. Hello. I'm really excited about teaming up with you and I'm all set to dive in. Breeze. Hey, it's great to meet you. How's your day going? I'm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on some. 这里的示范通通都是英文的发音，但是如果把它改成是中文的话，发音的结果会不一样。如果你要做任何的修改，你可以按下左上方的2条线按钮。来到最下方就是你个人的资料，点选这里头你可以来更改声音，点选下去之后，你就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声音。这边我刚才听的结果，我觉得 Skype 这个不错。I'm really excited about. 同时这里有个很好的功能就是语言自动侦测，你如果讲中文、英文、日文，通通都可以自动侦测。如果你要建立一个新的聊天，按下左上方的按钮，来到最上面这边点选 New Chat 就可以了。如果要打字，直接输入即可。在这边有一个录音的按钮，这是之前的功能，点选下去，它就可以把你的录音的内容转换成文字。这个是录音转换成文字的功能。好，当你点选完成了之后，它就会自动的转换成文字。最新的功能是右边的这个耳机语音对话。我想要去台北101玩，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景点在那附近？台北101附近有好几个不错的地方可以逛逛。你可以去台北101观景台，那里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左边这边你就可以按下暂停来停止。如果你按下叉的按钮的话，就会跳回到原本的对话框。那这里就会出现文字版本的对话内容。所以它提到了观景台、购物中心、餐厅、象山公园走一走。这里的语言我可以更改成繁体中文。如果要继续询问的话，可以再按下语音对话的按钮。附近有夜市可以去逛逛吗？当然可以。在台北101附近有鼎泰丰附近的信义区夜市和通化夜市。好，我暂停。那如果要继续的话，你可以点选这个圆圈之后，又可以继续的去询问。逛完夜市之后，我想要待在一个饭店一个晚上，有没有推荐的？在台北101附近有一些不错的酒店可以推荐，你可以考虑。关闭之后呢，它就会显示，它所提供的内容。本频道把所有的特色都汇整在这一个网站上面，你可以到影片的资讯区来找到这个网站文章的连结。我将所有的好处跟坏处都列整在这边。首先，你的对话主题可以非常的广泛，旅游行程、食谱、电脑、手机、疑难杂症、城市设计、数学、语言、文章阅读、政治、经济等各种议题，它都可以回答的非常的详细。第二个好处就是它的对话的内容资讯非常的丰富，另外它的聆听以及对话非常的准确，跟 Siri 比起来差异非常大。这里我就快速的示范。好，现在右边我将会使用 Siri， 左边我会使用 ChatGPT， 问相同的问题，看看他们的答案如何。有10个披萨要分给10个人，那一个人会有多少个披萨？这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相关结果。我问的问题非常的简单，结果他居然要到网络上来找到结果，而且还找不到。我有10个披萨要分给10个人，请问一个人可以吃到多少个披萨？如果你有10个披萨要分给10个人，每个人可以吃到1个披萨。好，这就是他给我答案，所以他会去分析你的问题的内容，然后把它计算出来。圣诞节我想要看电影，有没有推荐的好看电影？这里有一些建议。他这里有提供一些建议，只不过这些建议跟圣诞节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圣诞节我想看电影，有没有推荐哪些电影？当然可以。圣诞节有很多不错的电影可以推荐。1. 怪奇物语，这是一部。好，我把它关闭起来。所以它这边有提供了一些电影，所以比较起来 ，ChatGPT 所提供的资讯内容较为详细。那事实上 ，Siri 并非说可以完全的被 ChatGPT 所取代，因为 Siri 它擅长的是直接的控制手机的功能，像是拨打电话、发短信、设定提醒等等，都可以快速的透过 Siri 来操作。那这里提供一个传闻 ，iOS 18将会导入生成式人工智慧的语音功能，到时候 Siri 相信也会变得非常聪明。接下来好处是，就是 ChatGPT 的聊天功能回答的内容非常像真人，请你说大家好。不清楚，还有其他需要帮忙的吗？好 ，Siri 在这方面智能比较不足，我用另外的方法，在辅助使用里头有一个即时语音的功能，这里头我可以开启即时语音。好，点选传送。大家好。所以他讲的声音就像是一个机器人在讲话。不过现在我用 ChatGPT， 请你说大家好。大家好啊，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那种口气以及音调就像是一个真人一样。第5个好处，建立情境，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秘技，这待会再来介绍给大家。接下来是支援多种语言，我现在可以用中文，那在中文的句子里头，我可以搭配英文、日文等等。大家好，欢迎来到本频道。嗨，很高兴能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有什么我可以为你提供帮助的吗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CWC Channel. Hi there, how can I help you today? Ohayo, arigato. Ohayo gozaimasu. どのようなご用件でしょうか？何かお手伝いできることはありますか？中文、英文、日文。它通通的可以快速的侦测，而且准确的回答。接下来好处是，它是一个语言学习的神器。第8个是快速方便的启动。好处5、好处7跟好处8，我把它归类成是一个有趣的秘技。我待会一起来讲这3个好处。它其实也是有一些坏处，必须要提醒的。由于是新的功能开放，所以有时候会不太稳定。Sorry, I'm having issues right now. Our systems are experiencing heavy load. Please. 它会出现说无法连线。这个情形我遇到了蛮多次的，但我相信这个越用越久了之后，系统越来越稳定，那这个问题就可以改善。另外的坏处，它是使用过去历史的资料库。请问 iOS 17有哪些新功能？抱歉，我在2022年止步，目前尚未了解到 iOS 17的相关信息。所以它这边就提到了，它只有在2022年的资料才有，那之后的目前还没有。不过 ChatGPT 如果升级的话，它可以提供较为及时新的资讯。坏处是，就是它比较缺乏情感的理解。不过这是 AI 人工智慧目前的现况，相信未来 AI 人工智慧也会对于情感方面有进一步的了解。那坏处第5就是很多人都会有隐私的考量，毕竟 AI 人工智慧透过大家的大量的资料来训练而成的。隐私权这方面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的话，可以点选左上方的按钮，按下你的账号。它这里有一个 Privacy Policy。OpenAI 这家公司，他们如何去用你的资料、储存资料？好，第一个有趣的秘技就是建立情境。你跟 ChatGPT 在对话的时候，你可以去设定它的角色。假设我下个礼拜有一个重要的工作面试，我要练习，我就可以把 ChatGPT 变成面试官，问问题，我回答问题。好，现在请你假装你是一家公司的 CEO， 你要面试，请问我一些问题。当然，很高兴能面试你。首先，能告诉我你过去的工作经验吗？好的，在过去10年，我开发了许多的系统，那也现在在系统在运作当中非常的顺利。那听起来你在系统开发方面有相当丰富的经验，你能举例说明一个你开发的系统，以及它是如何改善工作效率或流程的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他就是一个公司的老板，透过这样子的角色扮演的方式来做这样的面试的练习，来确保我到时候面试的时候有好的表现。语言学习神器，你可以透过 ChatGPT 的对话来练习你所要学习的语言。假设我这里想要学英文，我就可以让它变成一个英文老师，来纠正我的英文发音以及我的英文句子文法对还是不对。请假装你现在是一位英文老师，请针对我待会要念的英文句子来纠正是否文法有错误。当然，我可以帮你检查英文句子的文法，请念给我听，然后我会告诉你是否有任何错误。 How are you are? Hi， 这句话的文法有一点错误，应该是 How are you， 把最后的 are 移除，这样就正确了。好的，那现在请你纠正我的英文发音。当然，请告诉我你想要发音的单字或句子，我会试着帮你纠正发音。How to pronounce question? The word question is pronounced as question. The emphasis is on the first syllable, quest. Give it a try. Question. How about this? That was almost perfect. Just a small tweak. It's pronounced as question. You've got it. 好，那如果你到了文字的叙述这边，它就会说明刚才的 question 这个发音有什么样的问题。它强调这个第一音节要如何的发音，所以我在练习一次，它就觉得 OK。接下来的小秘技是聊个不停。小秘技，你可以持续的跟 ChatGPT 一直聊。刚才在做示范的时候，我都有开启 ChatGPT， 然后按下这个耳机的按钮。那这个持续聊天的功能，就是你可以把它收到动态岛里头。那这里的功能，旧的手机即使没有动态岛，也是可以达成。这里示范，首先先开启 ChatGPT， 点选耳机按钮，开启语音聊天。好，接下来你只要把它回到了主画面，它就会自动的跳到动态岛上面去。在动态岛上面，你就可以直接的跟 ChatGPT 聊天。你可以按住不放，正在 listening， 所以我可以讲话。欢迎来到 CWC 频道，英文怎么说 ？Welcome to the CWC Channel。请问 ChatGPT 是什么？ChatGPT 是一种人工智慧技术，能够透过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文本。所以这里我就跟他一答一问的方式，就可以直接的在动态岛上面聊天。现在如果你到了锁定画面，这边就会多出了即时显示的功能。不过由于这是新的版本，在即时显示上面并不是很完整，相信在新版本之后，这一块空白处会有出现即时显示的资讯。这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你在背景的时候也可以跟他对答。如果你的手机没有动态岛也是可以，例如在这边我有 ChatGPT， 我开启跟他进行对话。好，接下来我回到了主画面，左上方会出现麦克风的按钮，只要点选麦克风按钮，它又回到了语音对话的功能。所以这里事实上就是类似动态岛的功能。 ChatGPT 语言聊天的功能有支援捷径，通过捷径可以快速的开启，例如在我左边这边是手机，有一个捷径叫做语音聊天。我现在不用到 ChatGPT， 我点选捷径就自动的开启语音聊天的功能。 Hello， 你好。 Hi， 你好，需要我帮忙你什么呢？如果你的手机是 iPhone 15 Pro、Pro Max， 你就可以使用动作按钮，左边的这个按钮按住不放之后，你可以透过设定把这个捷径套用在这个动作按钮里头，就可以使用语音聊天。所以我这里按住动作按钮，我就可以快速的跳到语音聊天的功能，或者是我给它锁定画面，我把这一个语音聊天的捷径加入到锁定画面上面，只要我点选一下，就自动开启语音聊天的功能，非常快速方便。 你还可以使用手机背后点2下的功能来快速开启。那这个捷径我分享在本频道的网站上面，文章的连结你可以在影片的资讯区可以找到。所以你只要用你的手机来到本频道的文章，滑到最下方，点选这个连结之后，你就会开启这个网页。点选取得捷径，加入捷径，你的捷径资料库就多出了语音聊天。按下这个捷径不放，你就可以点选分享。 在分享里头加入主画面，你的主画面这里就会有语音聊天捷径，点选就会自动开启语音聊天的功能。影片的最后，我们来笑话大 PK。右边这只手机是 Siri， 左边是 ChatGPT。首先，我用 Siri 来看看它的笑话好不好笑，讲一个笑话来听听。软糖难过的时候会变成什么样子 ？QQ 软糖。哦，这个笑话是 QQ， 因为这个 Q 看起来像是在哭哭的样子。好，还算可以。现在看 ChatGPT 的笑话好不好笑？讲一个笑话来听听。当然，这里有一个笑话。有一只牛走进了一家铺面，店主问：“你要什么？”牛回答：“我要牛奶。”店主问：“你的钱在哪里？”牛说：“对不起，我只带了牛钱。”哈哈，你觉得呢？有其他你想听的吗？这个笑话我看不出来笑点在哪里。或许这个是英文直接翻译成中文的笑话，所以可能有英文的双关语，我也不太确定。很明显 ，Siri 似乎比较属于中文的笑话，相对较好笑一点，所以 Siri 终于获胜。好，这个影片就介绍到此为止，希望所有的内容介绍都对您有所帮助。拜拜喽，我们下一集再见，多多保重。